哥，大哥，就让我进去。哥，这么晚了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好。哎，这不天还亮着呢吗？你怕什么呀？你有什么话就在这讲。你在这儿，我生气了啊！讲完了。大哥，你就帮帮人家嘛。 别来这套撒娇没用。哎，你都不知道什么事儿呢，你就拒绝我？我脚趾头想想都知道没有什么好事。哎，怎么没有好事？方便我们沟通感情吗？不是。没门儿！李泽南，你给我开门！你再不开门，我撞死在这儿！我真撞死了啊！你撞啊！<笑>以为我不敢是不是？等着啊！ 真的，你这样一来，我们换房子还有什么意义啊？那你说怎么办嘛？全部丢回去，只留必需品。搞定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我要去收拾我的必需品了。对了，冰箱里还有点吃的，秦老师请你的，加油！ 叶璇，这些你不帮忙收拾一下吗？谢谢李老板，拜拜。喂！啊啊！疯了吧？这么多怎么收啊？什么时候去啊？啊啊！